欢迎啊，Kenneth 啊，利铺马腾何太后啦，好冇？欢迎啊，卡超王啊，玩大象阵嘅大阵仗。冇啊，呢啲又系八号位，点解成日都八号位？诶，呢个咪艺狗咧？呢个有啲似艺狗啊，标准艺狗先。此乃驱虎吞狼之计。勾作死喎，呢个信用。咁作死嘅呢个信玉，冰凉寸断。嘿嘿，怼死佢！周瑜，怼死佢！欢迎 M&M。抉择吧，在苦与痛的地狱中。一粒土，邓艾击鼓于此，以致四方。有一粒土，九，走杀佢，啱啦，杀。怼死佢。秉忠贞之志，受谦退之节。弱水之波，沐浴人心。两个四血对家唔做嘢，过河拆桥。拆呢个人冇问题啊！三尖或仲要嚟多道，真系惨。咚，nice 啊！真系好嘢。咁呢个唔想出嚟咯，呢、這个。谂住出嚟，仲有两个四血，唔杀呢个恩基。顺手牵羊。呢个点解要顺呢？就系费事呢个邓艾再屈服佢啊，跟住无打懈我可都，击，唔使啦，大佬。知天意，逆天。不过应该而家邓艾佢嘅 level 就应该唔会打我啊。同埋邓艾都可能会死啊！诸葛亮嚟个走杀。分分钟系个黄忠啊之类马超，哇！四张牌官咁耐嘅，你都住噶啦，谂好耐啊，雷杀，你杀都闪，冇意思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呢个仲要送多个田俾佢，又唔关埋个田，都犀利啊！真系，哪里走？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兵粮寸断，杀！佢驱边个呢？可能驱印记啊嘛。
你唔好驅策圖為，係啦，驅印機。驅印機非常好，仲要嘥多印機一張牌，嘥多印機一張雌雄係嘛？太史慈好嬲啦，極級嬲。你見到佢商量係咪？諗都唔諗，即刻商量，一定要懟死呢、這個。哇！中方 A 啊，呢個飛啊，應該曹操。曹操。休叫天下人负我！呢个南蛮完全系已经唔想玩啦。呢个周瑜真系危狗，咁犀利嘅。既生瑜，何生？看我的！哇，仲有个祝融。点玩啊？杀！击鼓于此，以致四方。若非吾兄命丧，区区尔等小人，安敢欺吾？驱策打老猪，呢、这个仲要抌火攻，呢、这个抌火攻系咩意思呢？怼呢个暗象，怼呢个暗象，谂都唔使谂。谁要跟我争宠，我就让他死。我就让他死。杀！闪！哇，好难玩！曹操未必放呢张南蛮啊，我仲放卖队友喎，呢个系我想怼死呢个队家，即系买嚟个蜀国。我永不背弃。我将无懈。于吉，幻变迷踪，虽飞鸟，亦难觅踪迹。呢、这个点解用阴阳鱼咧？呢、这个阴机，于吉唔出嚟，即系正常你魏国就一定会出啊，所以应该系于吉。希望唔系姣渊啊，典韦，希望冇刀，乜都有得商量。应该邓艾张无懈啊，如果冇估错嘅话，哇，咁犀利嘅，又无中有意嘅带路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死咯呢铺又系，我于吉点解嚟抌紧火攻咧？好、，goodbye。杀！幻化于阴阳，藏匿于乾坤。咁惊你何太后嘅？嚟啦，怼我！怼啊，咬底啊，冇鬼用。黄忠，无中生有。邓艾张无懈应该系，唉，难玩了，难玩了。五谷丰登，诶，有张五谷。有冇 AK？ 呢度攞张闪，攞火攻。睇下读唔读得死呢个诸葛亮先。读得死，但系魏国应该有土。又唔係好想讀呢個諸葛亮，即係魏國應該有土，應該讀唔死呢個鄧艾。南蠻入侵，幻變迷蹤，雷殺，雖飛鳥，亦難覓蹤跡。殺，擊鼓於此，以致四方。幻化于阴阳，
藏匿于乾坤。还施彼身。火攻。冇咁犀利嘅。点话有套啊嘛 ？Nice 啊！量小非君子，无奸不成雄，无懈可击。我不能让皇儿地位不保。你们可曾感受到洪荒之力的到来？顺手牵羊。万箭齐发。将星陨落，天命难违。仲有图咁犀利喺度点位？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闪！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。鼠辈，竟敢伤我！杀！君不知臣，臣不知君，罢了。罢了。对边个好呢？呢个决斗，决斗，即系始终佢嘅点位啊，感觉都系要对势先。可以毒死呢个曹操。主公，快走！哇！冇九张牌，哎哟！竟敢出言不逊！哇！本后冇九张牌，雪耻为快！哇！牛逼！哇！忽不悟其所舍，唱神霄而避光。哇！无中生有，黐线！傻坏坏，好犀利！莫非无凶无嫂，区区尔等小人，安敢欺我？呢个其实可以读佢啊，不过冇所谓，因为有千话，可以读佢呢个。虽飞鸟，亦难觅踪迹。投降。我等合兵一处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哇，真系犀利！